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运动至上》，我是希瑞。我们的节目陆续推出了健身气功系列教程，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将一起来学习著名的功法十二段锦。十二段锦又被称为坐式八段锦，是中国古代养生方法的杰出代表，受到众多医学家、养生家的大力推崇。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把医疗、养生、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以提高生命质量、完善生命状态为基本目标，提倡通过自我的运动锻炼来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。十二段锦的养生思想系统反映了中国传统养生道法自然、内外兼修的锻炼原则，尤其是对于放松身心有良好作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学习起势和前三式。并步站立，周身放松，气定神敛，准备练功。撤步下蹲，正身盘坐，明心卧固，上举，下落，卧固，垂帘，叩齿鸣鼓，掩耳，叩齿，拔耳，鸣鼓，微颔天柱，左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，右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，左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，右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，左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，右转侧举，转正，合掌下按，转头，抬头，下颌内收。预备式，
两脚并不站立，两臂自然垂于体侧，身体中正，目视前方，右膝微屈，左脚向后撤步，前脚掌点地，屈膝下蹲，两手五指撑地，两肘微屈，上体稍前倾，右脚插至左小腿外侧，脚外侧着地，目视前下方，上动不停，身体重心左移，正身盘坐，两掌扶于两膝内侧，目视前方，站位与坐垫距离合适，动作速度均匀，重心平稳，悬顶竖脊，正身盘坐，预备式结束。第一式明心卧固，接上动，两掌分别向体前45度伸出，随之两臂外旋向斜上方举起，当两掌上举与肩平时，随之抬头，指尖略高于头，肘关节微屈，动作略停，目视前上方，下髁内收，两臂内旋，两掌下落至前平举与肩同宽，掌心向下，目视前方，上动不停，两掌下按至膝前，随之两手握固置于两膝内侧，两眼垂帘约30秒，抬头展胸塌腰，勿后仰，悬顶竖脊，立腰宽下沉，自然安舒。第一式结束。第二式叩齿鸣鼓，接上动，两拳变掌经腰间，两臂内旋向体侧平举，当与肩同高时，变两臂外旋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，上动不停，两臂屈肘，两掌变通天指，中指掩食耳孔，随之叩齿36次，目视前下方，叩齿时中指内旋掩食耳孔，叩齿一轻，略带咬劲儿，嘴唇轻闭，两中指拔耳，即拔离耳孔，目视前下方，两掌心按实耳孔，食指轻抚后脑，中指抚问于枕骨出笼处，接着两掌食指分别压在两掌中指上，用食指弹击后脑24次，目视前下方，鸣鼓时掌心按压住两耳不露缝隙，食指压紧中指，突然分开弹击后脑，要有共鸣声，两掌拔耳，随之两掌前伸按于腹前，掌心向下，目视前方，叩齿与鸣鼓拔耳动作要短促突然。第二式结束。第三式微颔天柱，接上动，上体左转约45度，同时两臂内旋成侧平举，掌心向后，目视左掌，上动不停，上体向右转正，同时两臂外旋向前平举，随之两掌抱于体前，左掌在上，掌心相对，目视前方，上动不停，左掌下按，两掌合于脐下，头向左转，同时两掌向右移至右大腿内侧根部，肘尖朝右，目视左侧，左肩下沉，左掌根向下压右掌，同时向上抬头，抻拉脖颈稍停，目视左上方，下髁先内收，随着头再向前转正，两掌移至脐下，目视前方，转头时上体不动竖向，抬头时下髁向上助力，脖颈要有汗劲儿。